欢迎收看我不可拿铁频道。今天要去玩的时候 FIFA 我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台服已经改版完成了，有新的套装，就是金币转蛋的部分。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，有一个温泉假期服装怎么拿到啊？欸，不代币这边有一个新的套装是男生的，然后呢，他就有一个很酷的服装，很像去泡温泉，也要整套的啊。然后他需要用这个 AFF 代币，就是你如果之前有转一些东西，有转到重复的话呢，它就变成代币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就换这代币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换这服装给大家看，太有趣了吧？这个是相约去泡温泉啊，最近天气又忽冷忽热的。好 ，OK， 这套好像是那种老大在穿的那种温泉服，有没有？还有一个小黄瓜，小黄瓜的眼镜。然后头上有那个泡泡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其他东西好像差不多，其他的那个服装我都有了。OK， 总之来讲，如果你有常在转蛋，你的代币应该蛮多的、啊。哇，这套蛮有趣的。我们给他跳个舞吧。这好好笑哦。我拖鞋先不换好了，那拖鞋我好多、哦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好像有点危险，会露出黑森林的概念吗？骑机车。好，这一套的话呢，大致上来讲，改版后你们就可以在 FF 代币中拿到啊。这就是温泉假期男生套装。然后这套很像是那种人中之龙里面老大穿的服装，有没有？很像是刚泡完温泉，还是要刚进浴泡？蛮妙的服装，好，我这边随便给他搭一下，我觉得可以换空脚啊，空脚比较适合，但是刚好进去，可是它的颜色好像有区分，脚的颜色跟身体颜色也不太一样，它的脚是一拳超人那个脚啊，奇遇的睡衣的脚，然后拖鞋的话，其实很多拖鞋啊，随便搭个拖鞋都搞定了，好，大致上这种感觉，这就是那个男女套装的。温泉假期，我先把枪拿走，我把它拆下来，我们让它挥个刀吧。这套服装大家可以去换啦，因为现在是改版完的 FF 代币套装，只要你有 FF 代币的话呢，可以直接换，换整套的。然后小黄瓜眼镜，头上是泡泡，我原本以为是绑一个浴巾还是什么的，哇，这好帅哦，人中之龙啊，身上还有那个刺青，还戴金项链。然后写 BLY， 再我们看女生的，女生的话是金币转蛋新的，那这一套部分啊，它是有刺青的，哦，哇，好辣，下妆这个太辣了，喷鼻血，哇，好身材啊，它也是写 BLY， 小黄瓜在脸上敷脸，一边吃鸡一边敷脸啊，跟敌人作战的时候也不能忘记保养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10+1抽试试看吧。我看他们直接中啊！有个现在改这样好酷哦，抽奖画面改很酷哎。紫色竟然是萤火，哦，换一抽好了，三个一抽，然后我们再来10连抽。现在我转蛋券有200多张啊，我看要多少幸运值会中。我们先抽3次就对了，先抽3抽以后再抽一个10+1抽。不知道这几率中奖高不高目前没中，累积17、62拉皮值，再看一下，有一个紫色的，紫色好像是东西比较好，现在是空头，迷你空头 ，OK， 我们再来吧，这样抽好像在抽什么化学兵器哦。你说地里面不是把化学兵器都藏在这里面吗？一个紫色的，现在是土狼，好啦，四狼啊，我们都叫土狼，看久会觉得叫土狼。他这竟然有四狼我看一下在哪里。他的角色我刚没仔细看，都有啦，三个角色都有，刻入这些，还是没中，手枪，这套蛮有趣的啊。我今天金币转蛋应该够抽吧，200多张抽不到就有点可怕。中一个那个新的女角，可是那个我有了。
拉皮子八十八，没有，哇，不好抽哎、欸，又是土狼，四狼啊，都想叫土狼。很多观众留言说，哎、欸，土狼哎、欸，因为字跟土狼有点像，我觉得土狼比较顺啊，四狼听起来反而比较不顺。我现在就是三连抽加一个十加一啦，又是土狼。亡命快递，战术腿装，我剩180几张，我竟然没有抽到哎、欸，104拉皮子了，没有，大概60抽了，大概60抽左右。然后它上面有一个，我现在剩180张金币转蛋，上面有个交换，是可以用那个。魔方去换是不是？好像可以用魔方换耶，换这个金币转蛋，不是这个，看一下哦、喔。魔方的话，我有碎片啊，碎片就是精英通关就拿得到了，有些活动都拿到碎片。这边有看到转蛋券啊，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金币转蛋券哎、欸，我魔方碎片。这边也没有啊，他这个更改版是有些东西还没有出来啊。魔方碎片我有几个啊？409个哎、欸，我已经收集那么多了、喔，我可以换4颗魔方嘞、欸。我先换一颗，我看有没有。我记得我还有魔方啊，因为有些我抽完的套装后面忽然间就出可以用魔方换，超不划算的，就后面才有，好吧，算了。现在目前我没有办法换、欸，没有看到要换的地方，我就继续抽吧，抽到中为止啊！我就不相信200多张抽不到这个服装。然后一定会有观众说他一抽就中了，这个很难中啊！有吗？不过这个抽奖还没有 feel 的、欸，很舒服啊，他这个声光效果十足。快速抽一抽，我等一下想要给他搭一下服装，看一下哪个角色搭会最正。没有，哇，这个转蛋券存那么久，就是在等这个改版啦。每次都等改版后就来抽金币转蛋，这是罗马风，这就是泡澡风。剩下139张了，十加一，没有，又是土狼啊，很难抽。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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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会不会抽到完也抽不到啊？十加一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按错了，没有。这两个女生，这两个鸟是我知道175 lucky 值，狂抽狂抽，不够我就要用金币转了，金币抽啊，我还有金币，金币存超多的。哎、欸、中了，哇哦，所以终于中了温泉假期组合包。大概花144抽左右吧，140抽左右。然后欢迎大家留言，你们几抽抽到啊？终于抽到，刚以为要花金币了、欸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吧。这是男生的吗？女生我们当然是用最正的卡洛琳啊，卡洛琳来搭应该会不错。这个有点像大妈头哎、欸，我比较不喜欢这个头饰啊。然后脸上小黄瓜很可爱。我们看到哪个头饰比较适合？这个不错啦，看一下、喔，好像卡洛琳原本的头发比较适合，因为卡洛琳他这个人物模组真的很正，我觉得是比凯莉还正啊，因为凯莉脸上现在有刀疤、啊，刀疤总是可以修复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觉得哪个最搭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觉得灵狐可以，灵狐的造型搭起来很棒，而且耳朵还会动，我喜欢这灵狐。这个也不错，月光之龙也可以，其他都很怪哦，可以啦。卡洛琳最一般的发型是最好搭的，哇，这样搭也太辣了吧？喷鼻血啊，那种若隐若现才是美啊！哎，怎么上面都是旧的东西？哦，不不不，上面是那个刚刚抽到天数的服装的部分，哇，露屁屁了，这个你就内裤吧，这白色是内裤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哦。如果用这件来搭其他衣服的话。
也是 OK 啦。可是它其实应该是像泳裤类的东西。我觉得 FIFA 的服装真的很强，赢很多游戏啊。哇哦哇哦哇！这个不错啊，像大家用蓝白风格的那个泳裤有没有？只是他好像蛮喜欢刺青的，我是蛮不想要刺青，这个刺青有点太大块，可是刺青拿不掉，因为他裤子跟这脚是合在一起的。我就搭给大家看一下，金币转蛋，如果你还没在考虑要不要抽的时候呢，可以先看拿铁这边抽给大家看，然后我们换服装。我服装算蛮多，从公社收集到现在。收集的服装算蛮多的，只是说也可能还输一些氪金玩家，有些玩家可能氪更大。哦，这头又出现了，可恶！大妈头，这个头我就不行。企鹅还不错，企鹅妹。我用这个啊，怎样？我用那个，灵狐，灵狐，哦，灵狐最正啊，我觉得搭灵狐最正哎，感觉上就是要去泡澡了。里面的裤子搭起来好像都会跑出来，它这个里面我看有没有不会跑出来，它都跑到浴巾外面来，就感觉很奇怪。看其他比基尼有没有办法，这个怪怪的，都会跑出来，目前看起来都会跑出来，因为我不想要那个刺青，这个好像可以啦，跑出一点点，跑出一点点的话还可以接受，这个跑出一点点啦。然后至少脚上没有刺青，好啦，总之就搭给大家看一下。大致上来讲，如果你不要有刺青的话，你就搭原本的那个泳装，只是它跑出一点点那个线，因为它那个太服帖了，所以才说这套喷鼻血套装啊。喷鼻血套装，我们就把它搭回来好了。可是那个刺青其实真的蛮大，它是一个绿色的刺青。为什么找不到内裤啊？那应该是内裤吧，找不到。服装太多的缺点就是很难找到东西，不知道官方这有没有什么办法调整成让我们比较好找到衣服啊？它虽然现在可以用整套啦，我们用整套好了，只是这个头又变成大妈头了，包租婆。我觉得头饰最适合的应该是这个灵狐吧。灵狐最正，好啦 ，OK 啊，搭给大家看这个吧，金项链啊，这叫大哥的女人，呵呵，大哥的女人，喷鼻血的温泉套装。好，那我们到训练岛给大家看一下实际的样子吧，我觉得没问题啦，这套是好看的。金币转蛋终于推出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，感觉上是可以用钻石，钻石，如果它就是钻石，我也会花、啊，钻石的话 ，OK， 我刚才确定有没有录到影，因为有时候录影键忘记开。好，这画面怎么变那么暗啊？大厅比较亮进来后人变暗了，好像没有那么有 feel 了。好，作战的是作战就是这样子的，大哥的女人啊，刺青刺那么大块的感觉，像大哥的女人，不然就是很有个性的女人那种感觉。灵狐，刚刚跑出小内内了，他这套服装，他这个浴巾其实很贴，你们看，他其实很贴的一件。这个是可以抽的啦，没问题啦。钻石转蛋，我相信也有很多玩家会抽。最后呢，就分享到这里啦。主要来讲呢，这套服装叫做温泉假期，男生的部分你们可以到 APP 代币去换，女生的部分呢，就是用金币转蛋去抽啊。然后总共大概抽130几吧，因为我原本就有抽，每天不是都会有免费一抽吗？所以加起来应该也是140几抽左右吧，130到140就抽到了。然后也欢迎大家影片下方留言，你们几抽抽到。那今天的游戏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来听影片，可以把喜欢持续订阅我，打开通知铃铛，后面有一句叫 FIFA 攻略情报，你记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、哪一频道，所以我推荐 IG 粉丝团搜寻不可拿铁就可以找我了，最近会在 FB 直播，大家如果想玩观众场也要到 FB 来找我，那我们下游戏见咯，拜拜。